拘捕咗呢三名男子之後咧，我哋押解咗呢三名男士咧，去到一個住宅喺惠州旺角黑寶街嘅住宅單位搜查。喺單位入邊咧，我哋發現到一批嘅失物。呢一批懷疑嘅失物咧，係包括咗有古玩啦，一啲價值不明嘅古玩啦、字畫啦、花樽啦、錢幣啦、一批嘅玉石、玉鏈等等。我哋相信呢批嘅失物咧，系同区内发生嘅一啲爆窃案件有关。失物入边咧，我哋其实确认得到咧，而家有受害人揾到嘅一啲失物咧，就超过即系揾得翻嘅失物咧，就超过100,000元。而嗰啱啱我讲嗰五宗嘅案件咧，总共嘅价值咧系10多万元。